撞的没你们责任，好吧？你们你帮我搭把手，你还帮忙帮忙？好吧。我们交警还没来你就走，你这样不按照法律程序走，那我们很难办下去了呗。说实在话，要是这个人当场走了，这事情或许还好办。不是你怎么你这……哎，老师，这人我不是帮他，我是害了他。喜欢你的名字。有人来！